商品来展现一下，咱们如何这个从设计装器到现场的如何这个前期准备、安装、调试。首先，咱们到现场之后，首先打开柜子，拿出咱们的设计的装饰电源线。咱们的意图是接着这个插头，但实际情况也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，然后直接接到不开里面去。咱们先拿出来这个组件，有插头，咱们插到，先把电源接上，然后接一些后方的钢叉里面。钢叉可能这里面看的不清楚，说明书上会详细的给你标出来。好，电源接上之后，咱们先把细节，咱们这个。焊接不同的材料需要接不同的器皿，像焊铸钢、铁板啊这些，咱们一般是用氧气。然后焊铝板、铜这一类的产品的话，咱们是需要接氮气的。然后它是一个防止外观的防氧化，还有就是外观的话，焊起来会相对比较漂亮一些。气体咱们是要装一个减压阀的。因为压力太大的话也不行，然后打开气体先确认气压的话，咱们调到调压阀上面18这里，然后接上咱们这个四川的控柜后方的这个接气的这个位置。好，气体已经电源接好之后，咱们就达到满的时候，我们才停止烧水。
咱们放水的时候，是需要把这个激光按钮、激光器的电源关掉的，因为激光器它是在没有电源、那个水源的情况下，它会报警，有可能会烧掉咱们的激光器。所以放水之前，先把这个激光器的电源关掉，把按钮的打开，然后拉下来，这个门直接可以拿走，这样取走。咱们后方这里也是一样，是有一个水管的这个接口的，一样的这样插进去。它这后面是比较矮，你只要插进去之后拿水桶，它直接的话就能够流出来。咱们插上这个水管之后放水，然后到前方按住咱们刚刚讲解的加水的这个按钮，它自动就会放水放入桶里面。然后放到这个位置的话，上面是一个显示的刻度表，你看它这个水放完之后，这个水里面就空了，放水的话就完成了。